欢迎收看由帮港出声 HKG 报特别呈现选委三分钟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选委界别候选人是51号蔡永强。第一个环节由主持人用一分钟去介绍候选人的个人简介。51号候选人蔡永强今年39岁，是现职巴士车长，代表工联会参选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。2004年，他在理工大学土地测量系毕业。2012年加入九巴成为车长。2015年开始帮工会做义工，现时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巴士分会理事。蔡永强透过做工会义工，认识到工会的运作。他特别认同工联会在为工友争取权益时务实的做法，不会为了要争取媒体曝光，将工友的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，所以他加入了工联会，更加做了工会理事。蔡永强参选是因为希望以前线打工仔的身份，亲自将基层市民的声音带入议会，亦希望藉着他的参选体现完善选举制度的均衡参与。第二个环节就是请51号候选人蔡永强用两分钟的时间去简述他的个人政纲。我想告诉全香港市民，我只是一个来自基层的打工仔，我和大部分一样，香港土生土长，在香港读书，在香港工作，你们所面对的所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我都遇到。大学毕业后想入行，想找份好工，但想法和实际未必一样，我都被社会行业出路狭窄影响，逼着做其他行业。几年来兜兜转转从事不同的行业，30几岁左右为求稳定就入了去揸巴士，一做就做了10年。我置业无能力，公屋又超标，居屋又抽不到，还是跟很多市民一样和家人一起住。今次完善选举制度后，令我有机会站在这里代表基层打工仔出选。我工联会蔡永强会以一个基层打工仔身份进入议会，为基层贴地发声。请支持我51号工联会蔡永强，同埋支持我哋工联会4人团队：1号陆仲雄，3号王国，42号麦美娟，仲有我51号蔡永强。第三个环节是候选人用一分钟的时间回答指定问题。蔡永强，你最希望俾市民知道你哪一面呢？工联会蔡永强对大家来讲可能很陌生，我是一个巴士车长，每日翻工放工看似平凡，但我是少有的大学学历的现职巴士车长。大学毕业之后和很多青年一样对向上流困难，在社会从事过不同的行业，这个新的选举制度就给了一个机会我，令我这个前线车长，这个工会工作者都有机会加入议会，增加广泛代表性，议会有更多元化的声音。我代表工联会参选，就是希望进入议会后凭自身的经验协助制定青年向上流政策，学业职场接轨，令政府积极应对产业空洞化。我希望今次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达至到社会参与，创造人人有机会的社会。多谢51号候选人蔡永强，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能够更加清楚51号候选人蔡永强的从政之心。